动吧，动吧。哎，你就这样啊？快，那个已经对好位了。太好了。连续的换这一个。换了哪里啊？换了几个点啊？啊，我来开视频啊。等一下，好好的锁一锁啊。还去一下吗？这里一刀，那里一刀。啊，他们应该搞完了。来这里跑一下，那里跑一下。还有红线，姐姐。不客气。你天天给我，你要乱取名字。他那个名字跟这个难记吗？是不是要打样嘛？就打样嘛，我们机器就是打样嘛，小心样嘛。那为什么这里一刀，那里一刀啊？太不连贯了吧？这样子会不会影响速度的？对呀、啊。是这样的。他为什么一节一节的往回切啊？你不觉得挺好吗？你觉得？他不是应该一刀过了吗？那你要问那个图有没有问题吗？对吧？一点一点凑起来一样的，待会儿就把那个拿出来哈，我把那个拍个连贯的，这是我拍这么久最连贯的一个视频。等一下，我要把东西拿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两个拿出来。对，你先把那两个拿出来。不是，稍微折一下下，那我们看的是个盒子。他自己有设计，没关系的。他那个有两个。你寄给他的，对，对，干嘛吧？他自己回去给我。